9月9日下午，韩国女艺人金智媛在首尔某百货店出席了代言品牌举行的粉丝签名会。图片中，金智媛优雅知性，穿着大地色系的衣服，长发披肩，但是脸好像圆了好多，肉嘟嘟的，都有些认不出了呢。是因为正在贴秋膘吗？没关系，还是很漂亮的。为此，网友粉丝们见后纷纷围观可爱，评论道：可爱满分，金智媛，你就是我们心里的微风啊！圆圆脸还是美美的，很可爱。